那他一个人搬草那么慢，我的战马要是饿坏了，谁担当得起啊？我立即派人瞧瞧去。方才听吉冲说他和宝娜的过往，我想若是他俩真的能走到一起，一定是充满了欢声笑语。以前不懂得珍惜，现在才发现这些日常的生活点滴才是无价。若是可以像现在这样一直看着你好好活下去，就算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。姚姬，你受伤了。楚月桂想要杀我，却也没那么容易。别动，这样会失血更多。我来帮他处理伤口，你去弄一些水来，让马静弄一些草药。我来替你宽衣，处理伤口。我的伤口没事。他堂堂夜煞之首，连我来到门外都未察觉，想必他早已元气大伤，以他现在的状况根本无法救人。姚姬，天下之大，难道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救他了吗？没有。那当年楚葵强迫老宰吃的药还有吗？我没有，但太卜公古书中载有一种药，此药暂时让体力增强，行动更为敏捷，却也让人的身体越来越差。父王着急召见我们，是有紧急军情吗？把你方才说的话再说一遍。是，楚有归这次放我性命，是要我替他带句话，并将此物呈于博王。这柿子是楚有归亲手所刻，他说柿子代表四子兄弟情谊，更为勋王殿下所钟爱，故楚有归的意思盼博王只身前去朔阳城内和谈退兵，众兄弟之间不再染血。他知道禁军之中你与宣王楚有真的情谊最深，纵然是鸿门宴你也必然会赴血。对了，他还说若博王五日内未去，他也不能担保宣王生命安全。他要是敢动有朕一根汗毛，我即刻就潜入素阳取他性命。晋王，斋心有一事相求，为了避免有人冲动行事坏了大计，请您拿下此人。你为何总是不顾自己的安危？愚公，
楚有归必然会布下天罗地网，等着你去救人。你若是战死，必会重重的打击我军的士气。若你还有以前的身手，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机会。可如今，区区木片便能伤你。于斯，于斯，你命在旦夕，非要逞一时血性之勇，贸然出战救人。你可曾考虑过他的感受？晋王，为我军着想，请您将都伯囚禁。在他身体复原之前，不能让他轻举妄动。来人呢？杜伯，多有得罪了。戴下去。杜伯，请。他会明白你的苦心的。